你告诉那个贱人，我就算做鬼，我也会日日夜夜缠着他，我要他活着比死了还痛苦。都怪我。 没有照顾好妹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就是被我哥哥放火给。他原本可以逃出去的，可是为了救我。 为了救我，才冒着危险回来，才会被大火烧死。为了报仇，赔上自己的一辈子，我想婴儿他娘要是知道，也不会满意这个结果吧，陆妍妍。 你相信因果吗？我相信善恶。每个人有善的一面，也有恶的一面。光明中也许会出现阴影，但黑暗中的光芒必定更加耀目。芙蓉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 梁王，是梁王飞让我来的。他说他很担心你。他很担心我没死吧？你告诉那个贱人，我就算做鬼，我也会日日夜夜缠着他。我要他活着比死了还痛苦。你恨他？ 当然恨他，他背叛我，伤害我。那么你又背叛了多少人？伤害了多少人？那些被你从父母身边抢走、遭受虐待、凄惨死去的女子，还有那些真心待你却被你玩弄过后又抛弃的女子，他们的名字，你还记得吗？闭嘴。 做了错事就要接受惩罚。陆莹莹也是你的受害者之一，但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去冷眼旁观，反而要自讨苦吃。我是不会帮你的。你说，要是我哥哥知道他跟婴儿在一起的所有美好都是谎言，都是假象。
都是仇恨，他该怎么想？梁王逃出皇宫后，本应该直出长安，可他却放弃大好机会，回到梁王府找我。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放弃自己。我没有背叛他，我必须让他知道，你就是个好心的疯子。你不是问我，我的人生价值在哪吗？我的价值就在于做我自己，做我想成为的那个陆爷爷。你曾经说过，如果这个世上多几个异类，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精彩。那么，你这个异类会帮我这个异类吗？陆莹莹没有丢下你自己逃走，她是被骗走的，所以她没有背叛你。你和她是一伙的，你当我傻吗？你还是不相信她？让我信她，可以。你让她亲自过来，陪我坐牢，陪我下十八层地狱，我活不了。他也活不成，他敢吗？敢不敢？他敢，而且他已经这么做了。就算你投案自首，也不能减轻梁王的罪责。我并没有奢望他能减罪，我想救的只是他的心。他一生莽撞跋扈，至死都不知悔改。我想尽最后一点力，以德报之。也许。大胆，谁敢擅闯府衙？梁王云上之妃陆莹莹前来投案。她不在乎所有人都说她傻，她在乎的是想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背叛和痛苦，还有真诚和信任。我不信，如果她投案了，我怎么没看见她呢？他被关在了扣押罪臣女眷的地方。我不信，你骗人。那你大可以去问问这里的内侍。我不信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除非本王亲自看见他受苦，否则我不信，我死也不会信。我不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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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信。我倒霉了，你们都在看我笑话，你们一个个都恨不得我死。我是大唐亲母，太上皇最钟爱的儿子，想让我死，我先杀了你们。梁王，你撒手！富上公，梁王，你松手，松手，你松手。你没事吧？陆莹莹，你这个贱人，她不能好死！你们都是骗子，全都是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全都是骗子！走吧。骗子，全都是骗子，都是骗子。